一就六个小时，二六个小时，三两个小时。如果说他觉得这个两个小时不够，他可以加，他可以改。那比如说可以改，这是 H4， 我可以改 H3 三个小时，我可以改四五个小时 OK， 然后 H5 保存，这时候就保存了。那你再看，H6 H0 H1 16个小时，H2 16个小时，H3 15个小时，这总共就会定时7个小时。好了。